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《生存战争：野人岛》第210期。上一次呢，我们也是建造了一个碉堡，嘿嘿，这片草原可就是我的了。可是我呆呆今天呢，要给大家看五个箱子，看到这五个箱子了吗？这五个箱子可都是满满的一大箱子钱呢，给大家来看一下。怎么样？这可都是钱，我没有骗你们吧？一个方天画戟卖5500美元。这满满的五大箱我都收集好了，哎呀，你可别提了，杀这一个闹翻天，还真是挺麻烦的啊。不过刷出来这么多的方天画戟，我们也算是没有白费我们的心血。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些方天画戟啊给卖几把，然后我们打算再买点其他的东西，因为我呆呆今天要买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先把这个方天画戟给它放到这个前面，准备全都卖了，卖了，来，卖一把，再来一把，这么多方天画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啊？我们这一次买的东西呢，大概需要5-6万块钱，我们这一次应该已经够了啊，57000美元了，差不多已经够了啊。我们点开商店，选择物品。这一次我要买的东西啊是衣服，应该在这边啊。这个是钻石套装啊，全都准备买了买了啊。因为我大家有钱了，所以呢要奢侈一把。关于所有的钻石套装，给它收了。再买一个裤子，然后还有一个鞋子。买了 ，OK 啊，这个全都已经买好了啊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头盔戴上，钻石胸甲啊，把衣服脱掉，钻石胸甲，钻石裤子，钻石靴，啊，钻石靴 ，OK。现在呢，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啊，虽然这个天已经黑了啊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怎么样？清一色的钻石套装，你看我笑得多开心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可是这片草原上防御力最强的人了。好吧，现在先睡一觉啊，明天我们来找个动物打一架，看看我们的这个钻石盔甲怎么样。啊，我怎么觉得大事不妙呢？这坏了，完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哇，你这天雷也太可恶了吧，竟然把我的车库都给劈成这样了，太可恶了。难道就因为我这里没有安装避雷针？把我的这个房子给修一下吧。想用木头非常简单，只要有钱啥都能买。好的，可以了，完工。我有点饿了，梯子重新装上去。好的，完美。从外面再看一看，缺了一个角。OK， 这我的强迫症受不了啊！现在呢，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钻石盔甲来试一试啊！我打他一下，来攻击我，攻击我！哎呦，哎呀，是用劲吗？用力，咬我，对，哎。一点伤害也没有，狼大哥，你能不能用点力啊？你能不能用点力？咬我来，丝血不掉。哎，这太强了，我强的真是太离谱了。别走啊！哎，天下无敌啊，独孤求败。
这天也不下雨了，哎，把我的盔甲在屋子里面晾一晾，别生锈了。